宜兰政委廉池金社今天特别到台南新营太子宫恭迎三太子回宜兰安座，希望可以祈求国泰民安，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可以赶快结束。宜兰县壮围乡复兴村的廉池金社主祀佛教观世音菩萨，为了弘扬正气精神净化人心，最近还成立廉池金社同安协会，经过林理事长跟住持林淑芬的潜修佛法散播大爱，因为神威显赫有求必应，信徒越来越多，已经成千上万，今年年中需要迁移到新的道场，经过金社的师尊指示，2022年3月6号廉池金社出动200多人信徒前往台南新营太子宫迎请中坛元帅回到宜兰新道场供奉，同时祈求国泰民安，俄罗斯跟乌克兰能够停止战争。所以这一次举办了这个进香这个活动，是来新营太子宫来恭迎我们新营太子宫的三位太子到我们宜兰离那个廉池金社来供奉，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太子的照护，能够得到世界祥和、世界和平希望我们能够用这样来祈求我们全世界的平安。这次廉池金社到新营太子宫请示中坛元帅，迎回金吒大太子、木吒二太子、哪吒三太子，一起回到宜兰廉池金社，途中还向祖普天宫、松柏岭寿天宫、竹山紫南宫跟南昆生代天府等宫庙进香。宜兰壮围同安庙元帅会长还建议林淑芬老师出动阵头及神教，热热闹闹地迎接三太子回道场安坐，艺人王中煌也特别前来参加，太子宫主委许清标也亲自接待，一起保佑地方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哦，还是老师哥加济吼，咱中大关社的信徒我代表阮太子宫伫遮深深吼甲大家讲一句感恩，谢谢，欢迎大家。今天很荣幸跟着我们的廉池金社，我们的林老师一起来到我们的台南新营的这个太子宫来进香，希望这个世界能够越来越好啊，大家能够和平相处，不要打来打去的。其实过年前廉池金社师尊就已经知道世界会发生战争，师尊指示要林淑芬老师台湾环岛一周，经常到各地跟庙宇结缘，带着信众一路参拜祈福，做好佛法修行的功课，希望带来无限祥和的力量。廉池金社每天还有三个时段举行线上共修，将修法功德用网络方式传给全世界，祈求幸福圆满、战争停息、百姓平安。记者陈文旭、萧朝全、李佳晶，台南宜兰连线报道。